观众大家好，我是王嘉怡，在我身旁的是今天的掌评老师舒孝尧舒老师，老师你好。啊，你好。老师，好的，上午已经结束了公开组的男团及混双的比赛，那紧接着要进行的是一般组男单的决赛。那老师在赛前有没有一些小叮咛要提醒选手的呢？打到决赛啊，经过初赛跟复赛之后进入决赛，就是要取啊，看谁最优。那选手呢，就是在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把心呢换平常的，去平常心下去打，然后放松，哦，在场上的时候才会演绎得更好，表现得更好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稍等一下，比赛即将开始。在画面上看到的是一般组男子决赛的签号一号的，来自原治大学的黄冠明，正在演绎的是第一指定品是太极四章。第一指定品是演绎结束，正在等待评审给分。紧接着要演绎的是太极六章。老师，在太极六章两次的脚掌旋踢是一个重点。是。那第二个脚掌旋踢的时候是需要喊声的，第一个是不需要喊声。是。那如果你在喊声部分忘记了没喊声，要扣0.3分。那他这个脚掌旋踢也可以做脚背旋踢，啊，但是不能做侧踢。是。有的选手踢起来像侧踢，像脚掌旋踢，这样的表现度就比较没办法，啊，很正确的判断。所以，有的选手都干脆都只踢脚背旋踢。是。好的，第二品是。第二指定品是演绎结束。好的，正确得分拿到2.78分。总分6.40分。因为这个是一般组的，没有像公开组的那么激烈，公开组的那个动作了，各方面就比较成熟，然后动作的标准性也比较够，表现上分数就会比较高。好的，现在画面上看到是来自无缝科技大学的陈明玉。即将要演绎的是太极四章。
明显的品势减少了运动的伤害哦，那相对的运动生命会拉长，那是不是在近年来练品势的选手有增加的趋势呢？对，因为品势比较没有年龄的限制，那竞技呢，因为它是比较高强度，然后在互相攻击当中也容易会产生受伤。是。那因为品势呢，它是都是演绎自己的动作，然后打出它的力与美，然后调气，整个这个结构打起来就比较不会有受伤。但是它可以什么年龄程度来打都可以很好。相对的也在训练选手的耐心哦。对，是。好，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陈玉明正在演绎的是太极六章。正在等待评审给分。好的，正确得分来到了2.70分，总分6.34，最后拿到6.43分，同分。是，跟刚刚上一位选手是同分了。如果像这样同分，最后的评分是看表现度。如果你在表现上分数比上一组的高，那他就算是胜。那如果表现都比较不好，分数比较低，那就他算是败。是由七位主审副审一起下去讨论的？没有，就不用讨论，因为我们有分数，有正确性跟表现性。是。那正确性、表现性加起来分数，如果是他的表现性的分数高于前面那一位的表现的分数，那就他就会算是胜的一方。这样。好的，现在在画面上看到是来自淡江大学的林诗浩。正在演绎的是太极四章。正确得分拿到2.98分，第一指定品是拿到6.72分。现在世界性的比赛的品势比赛呢，其实服装不是像现在的这个跆拳道服，它另外有品势的服装。那裤子的颜色是有稍微不一样？对，它女生是红色。如果是不是高段者的，是就是女生是红色，男生是蓝色。那如果是七段以上高级的这个教练，他的服装是黄颜色，裤子是黑色。是。那在品势的选手的发型上面，是不是也有一些对，如果是评审会斟酌给分？他是在视觉表现上如果像现在女生，她会梳包头，没错，她为的是在你在演艺当中头发乱甩不好，所以说大部分都会梳包头。如果她是短头发，那就另当别论。那如果她是长头发，都会梳包头，然后一个小小的化妆好，到最后林诗浩总分拿下了6.60分，目前暂居第一。即将进场的是来自淡江大学的林兴盛。
在公开组跟一般组评审给分的标准就是会有一些不一样？是一样的，是一样，分数品都是一样，但是选手的优劣一打出来，从评分标准，从评分出来就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我刚刚有讲到说，公开组的这个选手的动作素质都比较高，所以打出来分数会比较高。是。一般组的他训练时数可能没有那么高，所以说打出来的这个熟练度啦表现上了，当然没有像公开组有一些选手来得那么好。是。在程度上稍微是有一点落差的。嗯，是。好的，李新胜打完第一指定品试，拿到6.20分。即将演绎的是太极六章。像这位选手在打他，他的整个节奏就是没有很好，快慢之间都他的 tempo 都没有拿捏得很好。没错。嗯。目前李新胜打完了第二指定品试，正在等待评审给分。好的，总分拿到5.72分，最后拿到了5.96分。那目前这个分数是稍微有点弱势的哦。即将进场的是来自国立东华大学的黄建轩。打品试的要点就是每个动作的位置都要一致，高度一致，步伐的大小一致，有一定的规范。那另外再来就是讲求他整个身体的流畅，是，打的力道，气的调整，这都是相关的。那是不是踢较高的选手分数相对的也比较拿的比较高一点？踢的高度只要超过肩膀，超过肩膀就不会造成扣分。那如果是踢得很高，但是你一定要求你踢出去平衡要够。是。如果踢得很高，但是稳定不好，这样也不好。没错。只是说踢得很高，在表现上会加成这样。目前黄建轩已经完成了两个指定品试的演练。
正确得分拿到了 2.72 分。总分拿到了 6.46 分。最后的总成绩是 6.60 分。他跟刚刚的林诗浩是同分哦。即将进场的是来自国立成功大学的蔡天琪。品是属于比较静态的一个项目哦，然后它有一个规范和标准，选手感觉会比较像和自己在比赛的感觉。对，因为品是在打的时候，每一个选手他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练习，没错，然后跟自己在打，然后一直要突破，啊，一直要突破自己才会往上，技术才会往上一直精进。没错，在我们看来，跆拳道的品式项目可能比较枯燥乏味一点，但是它练习起来可能却不比对练还来得轻松。没有错，因为品式它所要求的准确度啦、位置啦，这个都是一些很小的细节。那当然在练习当中要反复一直打，然后把动作打到一个确实，对，确实，然后定点要很准确，是，很精准，所以。那练习当中要花很大的心思去自己调整，然后也要很努力的每天都要一直练习。对，目前蔡天琪已经演绎完两个指定项目，的第二指定品是蔡天琪拿下了 6.56 分，总分是 6.52 分。目前看到是来自陆军专科学校的詹棍杰。张棍杰演绎完了第一指定品式，在品式部分，它的刚柔、节奏还有流畅性、顿点都非常的重视。是，这个都是在我们的这个表现上。
好的，詹坤杰现在正在演绎的是太极六章。他刚刚那个踢就没有很精准，那个位置让裁判不知道他在踢什么，所以那个分数就可能会影响表现。对对对，就会影响。好的，目前詹坤杰已经演绎完两个指定品试项目。好的，在第二指定项目拿到5.86分。总分是5.98分。即将上场的是决赛的最后一位选手，万能科技大学林俊华。那现在目前林诗浩及黄建轩两个是6.60的平手。黄毅的手部位置都太高了。是。林俊华再次进场，要演绎的是太极六章。林俊华完成了两个指定品试项目。第二品试正确得分拿到2.78分，总分6.46分。那林俊华最后拿下的总分是6.38分。再等下一组了。好的，一般男子组决赛第一名是来自国立东华大学的黄建轩，第二名是来自淡江大学的林诗浩，第三名是国立成功大学的蔡天琪。
来，选手，来就坐，坐坐坐，坐坐坐。今天你先坐，你站好，来，男生，一二，预备，其他先坐下来。好，什么情况？你买的？哇，站起来，站旁边啊。站起来，站旁边。请进场。好，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公开男子个人的决赛。目前看到在场上的是来自辅仁大学的吕竹生。这位选手呢，是目前我们20岁到29岁。这个国家代表队选手是，其实也个人也有很多的初赛的经验哦，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，对对对，国际经验很好。那刚刚其实他在混双的表现也算相当不错，对。结束。那吕竹生是台师大毕业的哦，那个人也有3次国手的经验是。可以看到他刚刚的稳定性、流畅度都相当的不错。还有他的力道。他本身也是一个很严谨的选手，平常就一直反复在练习，包括来到场地的旁边有机会就一直在练，一直在练。在全中运也可以看到他的身影。因为他有帮忙带这个桃园农工。没错。这次桃园农工的这个品是得到那个男生团体的冠军是。好，第一品试演绎完成，现在正在等待评审给分。可以看到，在等待给分的同时，女竹生还是不断的在放松，没错，对，放松，不要让肌肉群太僵硬。应该可以到达7.68。那最后吕竹生在第一品试拿下了7.68的高分。
即将演绎的是第二指定品式金刚型。金刚型的难度很高，因为它要需要很有这个平衡跟稳定的这个表现，重心要压得非常低哦，单脚哦。很多选手常常在打这一品式的时候呢，哦，像这样的独立步都会摇晃，平衡不好，所以在这边扣掉很多分数。所以相对于金刚型那个独立步是也是一个评分的，对，很重要的关键。这个步伐也可以叫做鹤步。鹤步。女竹生已经完成了两个指定品质项目，可以看到现场的观众都给予非常大的肯定哦。在第二指定品质，最高3.5，最低3.0，是正确得分拿到了3.24分。7.64分，总分是7.66分，是非常高的一个分数哦。紧接着要进场的是来自中国文化大学的吕传忠。这个李传忠选手也是我们之前中华台北的这个品势40岁到49岁组的这个国手，是那因为这两年他受伤也很少出来比赛。那可以看到品势对于每一个年龄都可以打，都可以参与，对对，但是有年龄之分。他如果来打这个，因为他大专杯没有分年龄嘛，所以他来打这个跟年轻人打有比较吃亏一点。是，在体力方面也是。体力还有柔软度啦、高度啦，哦，有差。但可以看到，吕传忠的稳定度是相当不错的。对，他经验很够。现在吕传忠已经完成了两次的指定演绎。刚刚在打的过程中有个踢着地的时候呢，稍微重心不好一点。是可以刚刚看到他下场的时候有一点不满意自己的表现。其实每一个选手平常练习都很有信心，但是你一上场也是会因为紧张带来的这个表现，包括观众在旁边的一些压力啊，都会说不会紧张是不可能的，没错。所以这时候选手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独立步非常稳，哇，这个脚步有点不稳哦，晃了一下，靠对零点一，是，但是他都有先移动一下再做，所以这个也会扣掉0.1。
但整个气势是非常够的。在踱步的踱步也是非常扎实哦。好的，羽传中完成了两个品势演绎项目。正在等待评审给分。正确得分拿到2.82分，总分6.82，最后的成绩是6.68分。好的，即将要进场的是国立体育大学的蔡天成。那蔡天成在2012的世锦赛国手选拔也拿下了第五名哦。可以看到这位选手的整个流畅度是表现得很不错，是，而且速度也够。好的，夏天成完现在完成的第一指定品是，好的，正确得分拿到了3.18分。得分7.54分。嗯，也是很高分。是，也是。好，接下来蔡天成即将演绎的是《金刚行》，这困难度比刚刚的对指定项目。这个独立步，蔡天成有抖了一下哦。嗯，这个在评分里面会扣掉0.1。演绎完了《金刚行》，《金刚行》的表现相对于刚刚那个指定品势的项目稍微没有来得那么好，因为《金刚行》本身就不好打，所以它会出现很多小瑕疵，所以在小瑕疵上面就会被扣掉很多分数。好的，在金刚行蔡天成拿下了7.44，总分拿到了7.94分，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哦。7.49分。7.49分。
好的，即将进场的是来自嘉南药理科技大学的郭宏廷。正在演绎的是高丽行。那在高丽行的两次侧踢，是不是会影响到这个两段的侧踢？是，对，它重点就是你第一脚也是要踢出来，第二脚也是要踢出来，不能第一脚含糊都带过。是。那个高度跟位置都有，对，然后着地的平衡重心一定要站好。好的，郭宏廷完成了高丽行的演绎。第一指定品是郭宏廷正确得分，拿到了2.96分。总分7.04分。第二次进场要演绎的是高丽行。金刚行，金刚型有4个斗步，如果这个斗步没有斗好，或是声音没斗出来，都会扣分。没错。嗯。那如果不该斗步的时候你斗步，也要扣分。是。都是扣0.3。所以说品势的一些美感是要非常注重的。对，所以它有一定的规矩，一定的规范。好的，目前郭宏廷已经完成了两个指定品势项目。那在第二品势指定项目正确得分，拿到了2.92分。那总分拿到6.94分，最后的总得分来到了6.99。接下来要进场的是来自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张维杰。那么张维杰个人在2016世锦赛国手选拔拿到了第6名。这位选手的力道跟流畅度是表现得相当不错。是的。
那今天表现呢，比以往还要稳一点。是。好的，张维杰在第一指定品试正确得分，拿到了3.18分。总分7.42分。好的，选手再来是进场要演绎的是金刚行。这个独立步也是相当稳。那摇晃很好。是。哇。啊，一点点啊。一点点。可以看到后面两个独立步都有瑕疵。是，嗯，那有点太急，后面那时候有点太急。没错。好的，第二指定品是张维杰正确得分，拿到了2.96分。总分拿到了7.12分，那么最后的总成绩拿到了7.27分。很可惜哦，刚刚那后面那两个金刚型的平衡被扣掉分了。是。好的，即将进行的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庄君凯。庄君凯在世锦赛选拔也拿下了第3名哦。男生跟女生在演绎品试的时候，是不是会有一些感觉上的不一样？嗯，当然，男生在打的那个 power 一定会比女生来的强。是，哎，对。那基本正确标准分数都是一定的，一样的，评分标准都一样的。没错。哎，然后表现度，男生我们要求跟女生要求的比较不一样。第二次进场，即将演绎的是《金刚行》。
这个独立部表现得相当不错。这个庄选手他的比赛经验很够了，他打也是打了好几年了。是。庄君凯完成了两个品试指定项目。那么在打品试，经验也是相当的重要。是，因为你如果常出赛，你就比较不会紧张，对，还要熟悉场地，适应场地。好的。庄君凯在第二指定品试总分拿下了7.40分，那最后成绩是7.47分，分数都很靠近哈，是前三名。好的，即将进场的是来自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黄金荣。可以看到黄金龙的力道是相当够的。黄金龙在第一指定品试正确得分，拿到了2.96分。总分7.04分。选手再次进场，即将演绎的是金刚行。可以刚刚看到黄金龙那个金刚独立步稍微有抖了一下、哦、在演绎品试的时候，气息的调整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对，气息调整在评分里面也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呼吸不顺畅啊，哦，打出来呼吸不顺畅是会扣0.3的。是，整个呼吸也会影响到整个节奏、嗯、流畅性、出手的力道都会。所以选手在上场之前调整好呼吸是非常重要的。是。那你有在
调整呼吸，你打出来的力量就比较不会僵硬。没错。那就是会比较顺畅的力量。好的，黄金龙最后拿下的总分是6.93分。那黄金龙似乎没有表现得很理想。打品试啊，选手的作息时间还有生活的正常也是很重要。如果你没有调整好，你在打品试的时候，在表现上就会有差。是。对。所以不仅是外在，内在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前一天你生活不严谨或是睡眠不好，都会影响到整个表现。精神。对对。我的目前看到是来自台北市立体育学院的李坤毅。相对这个选手打起来气势就没有那么好，没错，感觉上表现就没有像前面几位打得好的选手那么好看。在力道上也不比前面几位选手表现得好。是。李坤毅在第一指定品试正确得分，拿到了2.74分，总分是6.64分。选手第二次进场，即将演绎的是《金刚行》。选手在力道使用上也是不能使用太僵硬的力量哦，也是会被评审做一个扣分哦。对，那个都在属于表现度上面。他整个连接跟流畅上面就没有做得很好。没错。这个又晃了一两下。李坤毅完成了第二指定品试项目，正在等待评审给分。正确得分拿到了2.44分。总分6.18分。那最后的总得分来到了6.41分。好的，品试公开个人男子组的决赛已经打完了。那目前第一名是由辅仁大学的吕竹生，以7.66分拿下第一名。第二名则是来自国立体育大学的蔡天成，以7.49分拿下第二名。第三名是来自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庄君凯，以7.47分拿下第三名。
好的，今天品试的项目赛程都已经结束了，那我们现在就请老师为今天的赛事做一个总讲评。好的，今天我们第一次在全国大专运动会的这个品试呢，到此告一段落哈。那整体上呢，我们选手都还是表现得还算不错，但是实力上呢，因为有的选手都比较慢练，所以说呢，在程度上就有差距，那所以我们就有分为这个公开。